2年前去过嘉里山、鸢嘴山，一定会被云海迷住。然后你就会想，还有哪可以看云海？这时一定会出现北大武山、喜多利断崖。不过因为在屏东，那时我才登山半年，实在没能力也没经验来拜访这。我登山走的是按部就班，由焦山到终极山到百岳，由近到远。北大武山真的是离我太远了，上月雪山一日单攻走完，我才有信心到这拜访这云海故乡北大武山。中午到这喜多利断崖，白墙白茫茫一片，心想我又被骗了吗？登山久了就知道，有些影片景象是后制出来，要想看到大景也需要缘分，人品高才容易看到大景。今天我算是最有耐心的一人，从四点就在喜多利等，从一群人等到剩我一人，从一人又看到山头一堆人。今天可是非假日啊，山上菜市场又出现，我从白墙看到大景，从夕阳阳光微微露出到山头露出云海下沉，全程不到半小时。看到此景，一切都值得了。对的，那是月亮，圆圆一点，渐渐露出。很特别的景象。看着大家的背影，享受大自然恩典的这一刻。
北大武山云海故乡，实至名归。今天背重装加胸包约18公斤，我今天是到快谷过一夜，非常好的收费停车场。6:50停车场出发，这是新登山口的旧路，登山步道比较陡比较近，先到旧的这边，到旧登山口有岔路，但都没指标。然后又开了一条新路。我第一天旧日上去，现在往右。第二天却从新路下来，要走过才知道怎么走。我现在要前往，尤其这段路单工时是摸黑走，这个产业道路虽没危险地形，但走错围起来的痕迹，就会浪费一些时间。靠右走，龙兴登山口，然后走完产业道路，然后走这个岩石小径，然后要往旧登山口快谷山庄。哦，看到指示标志了。北大武旧登山口往右，北大武新登山口到旧登山口 1.5K， 距离长 2.8K， 爬升高度350公尺，只能说这一段是热身路。我走了 1.3K 上来，这个去哪里？第一天只到快谷，日汤镇往左走，便计划先去日汤真山。日汤真山要日汤真山有展望，日汤真步道，哇，这也是我想去的原因。这一段还有一段才到日汤真山，日汤果然超级漂亮。日汤真山沿途的展望还蛮美的，这边上去日汤真山，我将大背包放在这休息点，轻装上去日汤真山。新山新登山口上，日汤真山，沿路景美舒服，太阳出来，这座山一定要来。到了。日汤真山1702-715三等三角点，从岔口到这约40分钟。展望非常好，这个日汤真山到旧登山口沿途的展望，旧登山口到了，时间是9:20。这有水源及洗手间。对，住宿会看身份证或健保卡登记。报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他会告诉你那个营位在哪里找。找。现在已经过了旧登山口。要前往快谷山庄，继续往
一些路段一边是悬崖，要靠山壁走，尤其是摸黑时。走到北海拔1553公尺，10:19。现在要向上爬升，现在要过木桥。又是一边是雪奶的路，山腰一直往上，过 1.5K 后有个比较陡的阶梯上去，过 1.75K 又遇到一段上山坡，海拔1701公尺，10:58。时间10:58。这条到西大武山，我们从这边走上来，然后现在要前往喜多利断崖快谷，这边有崩塌地形，快速通过，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面很壮丽的断崖。2.5K 水源休息处，在海拔1850，继续往快谷山庄前进。3K 海拔1870公尺，11:48。山南，两边都是悬崖，天气在变化。过3K 之字形，走岩石土径上这个山头。3K 开始有攀爬路线。3.5K 哈，继续向上。这种岩石步道。要爬墨字铁这一段，喜多利断崖到了，3.8K 喜多利断崖到了，12:47。到三角点，快谷三角点岔口，然后到快谷山庄顶点。OK， 我先去快谷山庄吧。快，对，到快谷先找庄主报道。好，好。有订餐吗？没叫。还没有。东西就掉在这边，没有，那底下两张，我们的那两个，我们那两个，就是掉的。啊，你好，报道。报道来。一位。哎，一位。营地。营地。营地啊。哎。跟你说，7号在那边哈。哎。那个上面就有写，站板上。你下楼梯那边左边。啊。在路边的是10、9、8，在里面一点就是7了。好。他会，因为他们都是有订单，所以他们会搭好的。啊。你的没有搭，所以7号。很明显就写在那个站板上面，厕所在下面，最后边那间更衣室，中间七男女共用蹲式厕所，左边是小便斗，上厕所的时候屁股要对洞口，否则水冲不下去，水闸刀往下搬还往上搬紧，厕所一个热桶只放卫生品，其他都不可以放，带上山所有东西带下山，7号那边也可以煮，你自己煮嘛，对，
那留一台，这边上面留一台都可以用。好，原则是要离开的时候保持干净。好，但是你要人要走的时候，要把食物跟垃圾都放背包，不要放在现场。好，野生动物会偷，包括你的帐篷。你的帐篷如果放里面的话，你务必要放背包，或是没有香气的肉类的、鱼类的，要放背包。你如果直接放在上面，它会开拉链哦。我们这黄鼠狼跟花雕也会开拉链。啊，那边也可以煮，下面也可以煮。那有琉璃台，上面也有洗手槽。好，啊，全区禁烟。好，这样七号。好，一晚嘛哈。对对。啊，不要勉强登顶哦哈。好，请问那帐篷最晚几点收？我们原则上11点去 out 了，但是那对11点去 out， 但是我们不会要求你11点了，12点最慢1点。好，不要太晚。啊，如果你明天要上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2点要起灯哦。好，下来之后原则最好在中午前，好，因为你下一个人人家也要搭，好啊，不要太晚，但是如果真的超过，我们也不会怎样啊，就会等啊，就是说这样大家就比较协调性比较不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庄总。七号，我这次候补营地，我也喜欢营地，是在大自然中。干净的厕所，在快谷休息3小时，4点就来到喜多利，5点17分夕阳才露出来。隔天2点起床，走到神木，状况不好，又回喜多利，重新空夜景，看到晨曦曙光。4点50分待到6点30分，觉得很幸福。后面的 5K 我留到下一次，一日单登北大五，我想清楚的看见你，北大五山，期待我挑战自己成功，谢谢观赏，下回见喽。